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一个课程。虽然这个是线上的学习，我觉得也是一样 effective。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在课程中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也可以照样的提出，然后教练也可以很快的回答我们。我觉得要透过这种3天的课程，有玩这些工具，就可以更快的去做出你的企业想达到的那个目标。可是上了这个课程之后，我们有了更清晰的企业路线图。我觉得很谢谢Dadinshin 和 Mr. Kong 在这3天里面的 coaching。这个 coaching session 哦，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企业中的不足，跟企业可以进步的空间。然后透过这3天的课程，我们也就是为我们的公司摆出一个赢家证，属于我们自己企业的一个赢家证。所以非常谢谢 YYC。我觉得这个课程是一个非常实战的，就是你不是今天只是来听课，然后教练会给一系列的这些工具，然后你可以马上用这些工具，马上做你这些企业想要解决的问题。我是真心觉得这个课程真的很好，每个企业家都值得要来上一次啊，真的。真的是很受惠的。我觉得这个课程会是比较 more on 一个 coaching 的课程，就是你不只是来这里听听，然后你回去了就没有做。可是这个是你可以马上直接听了，然后过后你就马上去实践，可以马上做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